舒心啊，为什么你看起来如此完美呢？ 别气，喝一大口就没事了。怎么样？好了，舒心，有你在真好。我厉害吧？嗯。我结束了。有人呢。我们来一起拍照。 纪念我们第一次试镜。思雨，一起吧，你去前面，你手长，来。3、2、1。舒心，你的一切都交给我来保管吧。 舒心怎么知道是你设计了那件事？难道我上次的行动暴露了？你行动之前，他就试探过我。那个时候，他应该就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不过他知道了又如何？2年前那场宴会上，没有任何监控，视频也是我匿名发布到网上的，他没有任何证据。 但舒心重回娱乐圈之后，不光热度变大，人也变狠变聪明了，只怕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既然2年前我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串联所有人一起完成这件事，那今天我依旧能搞垮舒心。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舒心，因为我知道真相对于他来说有多重要。秦明，我知道你今天叫我来什么意思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他这2年经历了什么，你也不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，从他的家人到他的身体，你都不知道。我知道。 我也知道，这2年你为他一直做了很多事情，我能感觉到，舒心的眼睛看你是有光的。当年宴会事件，我不想再让他受伤了，我可以默默守护他，但我希望你也帮帮他。 既然今天我决定来见你，就说明我已经做好准备。这次我一定会帮他。放心吧，我配不上他。I'll be there.